在表演的时候，细节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应该是从内到外，从暗涌到澎湃。只要你的戏啊，慢慢到你的心里面的时候，我想做回好人。做好人？你跟法官说吧。单单从眼神，观众就可以感受得到了。第48届金马奖，周润发。我最后一次问你，最后一次，你要不要跟我合作？Hello， 我们又来了，他来帮你们了。欢迎两位新加入的成员。我们在策划着一场骗局，就是在博彩公司拿这些奖金那么一点点的钱。为什么你会找上我？除了你，谁跟我有那么好的默契？是全世界。如果他背叛我，就把他杀掉，杀掉啊！换的孩子，天哪，大哥！最后一个开彩号码。Gentlemen, welcome to Operation What the。也是1985年 Miss Katong Shopping Center 小姐。